在这个影片中。你怎么进来了？对不起，快点逃！什么情况？人类也是敌人吗？快点逃！我没有血了，我没有血了，没有血了，我没有血了，我没有血了。Hello， 我可以杀你吗？不可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浪哥。这一次要来玩这个叫做《Down to Dead》的一款小型恐怖游戏。这个游戏才300 MB 罢了。那么这款游戏是没有中文的，不过应该不要紧吧？反正我已经 coming soon。所以现在只是出了第一集和第二集，来玩玩看哦。它可以选难度诶。那么作为阿浪哥的话，选最难，选 hard mode。我选的就是困难难度。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你有枪可以打双十的游戏，我不知道诶。我去看了几个照片罢了。这个游戏还没有做好啦，反正好像刚出来罢了。OK， 开始了。哦，突然开始了。哇，这画面还挺，还挺做的挺好的哎。啊哈 ，Where the hell am I? Wait, who I am? I can't recall。什么？你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了 ？OK， 我可以开。这个是 Cobra， 哎，有武器了，那么快就有武器了吗？我还可以，我可以隔挡。OK， 那么我看起来只有一个动作的攻击罢了。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？You got a new document， 我拿到了一个文件。哎啦，不读了，不读了，开门。看来门是出不去啊，走这边喽。哇，老诶，这个动画有点，哈哈。哎呀，不能怪太多啦，游戏还没有做好。OK， 哎，按 C 是蹲下，好，我出来了。Use middle mouse on F1， Zombie Eye， follow the green step， can see it。You drain your energy will show human on you。什么？哦，这个是可以看到，可以看那些双尸在哪里。我有这个眼睛超能力吗？这个是会消耗我的能量。你在下面你能看到那个一个小能量的。然后我看一下 ，Silent Kill make it simple is unit a crouch。enough energy， 他讲可以暗杀那些双尸，可是如果是 boss 的话就不可以。哎呦，外面下大雨了，希望不会影响到你们这个影片的。最近都下雨啊。OK， 那么前面有一只。想暗杀他哎，躲起来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暗杀他。哦，为什么我的眼睛看不到他？我死了吗？不是吧，他在干嘛？就摸我几下我就挂掉了，太尴尬了这个。好啦，再来多一次啦，再来多一次。先拿起那个东西，拿起武器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不要再重说。好，再来多一次，再来多一次。那么我相信是打不过的，如果正面跟那些
中跟那些丧尸打是打不过的，只能暗杀他们了，如果可以的话啦。死掉的人，哎，手电筒 ，whole flashlight，OK，、okay、这有必要吗？这地方很亮啊，没有必要用手电筒啊。You got a new document， 又是文件，你不如给我一把枪，我不要文件了，好不好？什么？拿到了一个锁匙，呜！见鬼了，我妈呀！我这边有点黑呀，没有东西的。OK， 我拿到了一个锁匙，应该是开这个吧？是的。Human detected. Avoid to silent kill on fight. If there's a much.所以人类也是敌人哦。他讲人类尽可能不要跟他，不要去想杀人类，因为人类比丧尸聪明很多，很容易就会听见我的脚步声。如果我有枪的话，我觉得我打得过啦，没有枪不行。Hello， 又有谁躲在厕所吗？不要来吓我嘞！哎，我拿到了子弹，手枪子弹 ，battery， 电池。哎哎哎，这么关门，算了，这个没有东西拿。拿到了手枪子弹，可是我都还没有手枪。哦，那边有一只。这个门被挡住了，我可以暗杀他吗？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哦哦，暗杀失败，走人，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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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。呼，拜拜，关门，关门。困扰喂，这暗杀那么难的吗？躲进厕所。我听到他的声音耶，就在外面罢了。好弱呀，连一个丧尸打不过。哦、打不过哎，大佬。没有手枪，我只能逃走了，我感觉。拜拜，拜拜啊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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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错了，我知错，我知错了，直接逃走，真男人阿浪，关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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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妈的！哦，哈哈哈。他没有看见我，关门。这个他没有发现我吗？可以暗杀他吗？他讲我被发现了耶，不行耶。Yes。暗杀他了，我要补血，可以怎样补血吗？按什么补血？哦，用这个血包怎样用？
哎、欸，用到了！你以为我怕你吗？真男人阿浪！啊呜啊呜啊呜！痛痛痛痛！逃走逃走！逃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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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跳我跳跳跳！哎、欸，我感觉我。怎么感觉我回到原路了？干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回到原路了耶！有事慢慢讲，兄弟。呀！打不到他，来呀、啊，你过来呀、啊！我见了高地。干你妈！我不跟你打。啊！开门啊！你怎么进来了？对不起，快点逃！什么情况？人类也是敌人吗？快点逃、哦！我没有血了，我没有血了，没有血了，我没有血了，我没有血了。Hello， 我可以杀你吗？不可以。哈哈哈！哎，喂，哎呦，这个游戏。那我再试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啦，试。我的妈呀！哎，不是从头开始哎，这还蛮不错。这个门可以关吗？关掉它。I better sneak behind the soldier. OK， 至少不是从头开始，我也是蛮开心。现在他讲要躲开这些士兵，然后。所以速食，哈哈，太简单，太轻松。这一边我还没有走哎，先走。这边有点黑。该让我拿到手枪了吧，兄弟？别。有欸 battery 又是电池，给我那么多电池有屁用哦，我都没有怎样用手电筒，又是雪包，这里吗？哎，是的，
进去了。哇啦，好黑耶！拿手电筒出来。快点，要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回家找女朋友了。下集继续。